1月12日，人气男子团体飞轮海应唱片公司安排，前往位于台北一间高级饭店楼上的 SPA 馆做 SPA。吴尊、汪东城、陈亦儒一开始就先把炎亚纶硬压在床上，做事要扯掉他身上的浴袍。来，进，来进，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，稍微退，稍微退一点，稍微退一点。来，上面这里，在前面，来上面这边，来左边，左边，来看一下左边，在左边，好，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来这边，来，时间来，时间给我。关于周董对同行们倡导的杜绝自买销量行为，几位成员都一致表示会热烈响应，但他们也认为唱片销量很多时候不是歌手能够控制的，各个唱片公司也应当做出积极的行动。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可能不是歌手可以控制的东西啊，可能大家就是要拼票房或什么，可是我觉得这样子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，所以就是周董这个东西，我觉得不只是我们要响应，就是大家会一起来响应，然后公司之间会开始可能会做一个协定这样子。